嗨，大家好。坐在这里一两个小时，所以说呢感觉有点冷，其实也没有这么温度没这么低，但是因为室外的工作的关系。好，今天这张画终于画完了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主要想表现这个水域这里这个水的感觉，颜色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。